老公在等着等着了，赶紧挂人，把哈头跑了呀！外滩修上了，不要修了。啊，那就看这样，你在这个左拐了，那直接就开的马路洞子，说给你那的。哦，那意思是有没有修了？修上了，快不要修。铁修不牢。啊，快不要修。铁修不牢。不用旁边切就行了。但当时贴的是楼梯的是吧？看看了没在？没事，没看上的。刚你那出来搞的外漏洞子啊，那这停车错了，一漏啊都都没事。啊，当他停车错了，漏又没来注意他。不要说他，你就说他搞不搞？把那哈都不行，那哈都不敢开了。再抽时间出来，谢谢不老。老是有个佛学学跟老改。我就说是出来跑跑车的人。哎，就是外的跑的。别说的还不就是歪，那你开车完还不得胖了？那他没有学啊，那胖着行吗？那还有感觉，那胖着都没感觉。哎呀，你这是赶上了，哎！不要的话就去买了嘛，这你赶上。不要的，又买啥新的了？那也想得了。外面就把我那些全买了。两三年前就不能穿，受了这道，太肥了。来了没了？来了。啊，我就买了，买了旧的不许新的不来，给那你买新的。不要，没旧的。我老告大家说的，给老公上次摔的在摇摇。大家猜猜多少钱？我告你。看看这质量，看那这图标，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耐克了。哦。那这质量，质量看见也行了。你，那老公告，哎，这个十几块钱买啥的。哦。两位数。啊，还买了一个摇摇。还买了个别的，俺俩个全是十几块钱，稀货的，哎呀！哦，这么还行？哈哈哈！一件件也别等，那你的一件件十几块，妈呀，脑袋么不好意思穿了，哎。穿了，哎。看那你，那你这穿的是那便宜，哦，这你好意思再买了？赶紧给那你买出两件件也别等的。不要这买。买好也不穿、哎，十几块钱的话，你这一张看起来挺好，洗着两回肯定就不行了。切，你说的那就不能穿了你，哎呀，主要是那你让是就紧干，那你穿烂衣裳穿着也是好看的。切，可会说。好衣裳穿起来就刚帅的不行行的。我还要说了。二哥，你点吧。不用。又堵烂了，逃了，肯定。不用你管，你去看。呀，今天丽莎的那天，哎呀呀，不用有点了。我想公交卡的么是废话，每天蒙蒙的，可麻烦了。那个公交卡你找不见了，一个月了也行不见，这我都翻遍了，你不用写了那些的。电动车钥匙也丢了，行不见。警察把你也丢了，老公。啊，这两天快把我也丢了。老年痴呆的来的，接我的来的是，我的那的都学不起来。又是新的一天来了 ，Hello， 朋友好，我是芳芳。那个昨天回来哈，又在等我老公，等他训我的了。我见路姑娘不理，把车撞了，等他训的了，那一直也不吭气，一直也没拉手，哎，好了哈，你看这。好了，哦，以前胖车胖到胯都会了，胖的不说那些小差小说的，我就说也是胖的最厉害的也是了，长风细节都知道了，修的可宽了，中间的隔离带那么宽，哎，隔离带有三米宽了没了？哦，差不多哈，中间的隔离带当时刚修下隔离带，里头还没有种树了，里头光是土。所以我当时从那个和平南路往长风西街上拐的左拐的时候拐过去的时候，因为那个路太宽了，我按照我正常的那路的那个宽度哈，我拐过去拐过来，人家是正好是长风街的一半白菜，拐过来，哎，不对，我一看是什么对面过来的车了，完了还在那边了，完了就往那边开，没有看见下面的那隔离石的下面的那么高的那马路牙子。我就那个就开过去了，直接就撞到那隔离
把汽车直接就碾到碾过格力斯那么高的马路牙子，碾到那格力斯里头去，停到格力斯里，趴到格力斯里头了。开江格了、啊。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车带一下就变了，报销了，跟他一下去。那就是走的最厉害的也是爬山上的，咔嚓的一下呀，一下就汽车就腾空就爬进去，你说在十度得来快了。那你刷的是飞车。就哎呀，老公都没让骂了，你说呢？哎呀，给老一般的老汉早就骂死你了，是不是？我也理亏，那骂就骂我，但是那就一直不骂我。老烦了，这你老烦了，哪里的是佛学老烦了啊？佛学老烦了，啥意思了？啥意思了？那帮人是在的哪了？又是跟他在的哪了？不是就不行了？修老半天白修了，意思？不是，我得从这一半打开了，你说这把这一半干嘛？哎，把我的戒指戴上了，这戒指啊太小了，不能用。看人看，那我戒指不行，你的指头啊太粗嘛，那这就本来就不是给男人准备的。又得来男人的事了，哎呀，那你结巴，那你太结巴了。主要是没钱，上海就是长好的。是。好吧。